给一个信号他，他才能工作，就是这样子。有时候呢，如果维修的话，有时候有可能要更换这种，有可能要更换这种驱动板，只要不换那个，这种一般都很少机会要换，连线头换，不多，反正不多，我觉得不多。我跟你讲，我又不太会用的，我都不能保证拍到可不可以看。它很容易浮起来，是什么？高了。是啊，容易很卡板。卡板了。这个啊，今年它拆了。有时候用来清洗嘛，有时候去到库那里还要给它，还有这个也是一样。用它是吗？什么？这个不用它，这个啊，不行。这里卡里，然后前面的嘛，它不是经常卡，它是那像这个某一个程序是吧？这个我今天我能不能搞个屁股，搞给它搞一下？卡板是吧？拆了以后你就怎样拆就怎样放进去就可以了。那这样子不错。那这样子直接拔上来。新的呢就是这样，旧的呢应该不是有一个旧的要拧吗？没有扣的，不像刚刚那个扣的。螺丝，那都是螺丝，那个是固定的，这里这里有一个卡位固定了的。那里是没有的，就用到螺丝。对，有时候呢，洗洗机器就是这种电线，要洗一下，自己考虑一下。Thank you.
新机器绝对可以拿。有时候它在里面泡了几个月是拿不动的，就是因为 有些客户太懒了，才会搞成这样子。那它也没用多久啊，反正我也不好说，不是我过来搞。清洗机器的时候呢，锁龙头开了，我去看。一般它就正常，双手拿着东西给，戴个手套给捏一下，捏一下这种。不要用什么洗衣液啊什么的。不用洗衣液。可以用吗？不能。头发可以用。可以用牙刷。可以啊。牙刷应该不可以的，太硬了。牙刷。牙刷也可以用。戴上。软刷啊，先戴手套，然后拿一块布，那种很软的布，我直接冲。我说呢，你打到越水越伤害，对。